Hello， 大家好，我是 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少数人的晚餐》这部短片。首先，这部短片充满了各种比喻，以下内容就是本肥我的认知及参考了一些乡民的说法啦。在一个下着狂风暴雨的夜晚，海浪不停拍打着岩壁，这些外在天后代表的就是整个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而旁边陆地上有间巨大代表国家的旅馆，里面坐着六只不停吃东西代表上层阶级统治阶级的肥猪，分别是代表法律秩序的法律猪、反对政党的红领猪、财团商人胡子猪、执政政党蓝领猪、传播媒体媒体猪、精神信仰宗教猪和负责替他们送食物也就是利益可能代表时间权力制度的厨师，以及在地上攀爬渴求能分到任何一点食物代表人民的黑色与白色猫咪，两个颜色也是说人民分成了两边对立，各自支持自己喜爱的政党，像目前台湾的蓝绿支持者这样。那媒体猪心情好时就会赏一些食物残渣给猫咪们，以及用一些蝇头小利去打发人民，转移人民的注意力，让他们感到开心，觉得好像赚到了，实际上却完全忘记餐桌上的肥猪吃的食物是他们的好几千倍。同时厨师正努力把整间旅馆里的东西丢进机器里变成食物再交给肥猪们吃，意思就是时间权力制度体制等规则一直将国家资源不停转变成利益送给肥猪们瓜分。而在目前资源丰富的情况下，肥猪们只要心情好就会时不时的丢一些食物残渣给猫咪吃。接着有只黑猫在捡取肥猪们丢的食物时来到了餐桌底下，并看到一条条又大又粗的锁链紧紧缠住所有肥猪们的脚，这条锁链代表的是政商勾结官官相护，大家被利益互相绑住，明面上你以为没有，实际上早已纠缠不清，互相利用，互相吞食庞大利益。锁链还化身成一条代表贪婪的蛇，将黑猫抹杀或同化，意思就是当人民发现真相时，政党会给你利益将你变成他的一份子，或是如果你很难搞就让你再也开不了口，而且这种做法也能有效让其他人无法察觉，毕竟大部分的猫都只把注意力放在眼前食物残渣上。之后厨师不停把房间内的资源转化成食物送给肥猪们吃，肥猪偶尔心情好又会赏一点给猫，就这样整个房间内的资源越来越少，能生产的食物也越来越少，这情况就让肥猪们很不爽，不愿再给猫咪任何一点食物，并将猫咪赶去找隔壁的媒体猪，让媒体猪用一些新闻啊、能敷衍人的事情啊、操弄愚蠢的猫，继续转移猫的注意力，忘记肚子饿的事情，像是新闻上出现大工厂偷偷排放废水的违法事情，结果隔天新闻却狂爆别的不重要的案件，渐渐让人忘记大工厂做坏事，然后法律、政商等利益相扣的团体就能慢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随着时间流逝，相同的事情不停重复，厨师不断消耗资源，肥猪不断吃下食物，猫咪不断辛苦讨食，渐渐的整个旅馆资源越来越少，再也生不出任何东西。那肥猪们见状就一直吵着我还要我还要，可是厨师真的毫无办法，旅馆已经空无一物，他能生产的只剩下最基本的盘子，所以肥猪们就在此时露出真面目，赶快抢空盘子舔上面的食物残渣。没错，虽然已经吃得饱饱饱，但这桌上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的，就连渣渣都不能放过，欲望、利益、贪婪通通展露无遗，甚至连盘子都拿起来啃，以前都吃100亿，现在虽然只剩1亿，但还是很好吃，还是要吃，这种时候谁还管猫咪吃不吃得到东西。因此在一旁看着饥饿到不行的猫咪就再也受不了的一只只跳上餐桌抢夺食物，然后猫咪们就凭借着对肥猪们的仇恨进化成代表反抗力量的巨大老虎，而第一个被吃掉的就是原本应该要保护猫咪的法律猪。当人民起身反抗时，强大的力量将推翻旧有政府与体制，于是餐桌上的肥猪们就一个个被老虎杀掉。当他们想逃跑时才注意到彼此的关系已经深深缠绕，成为命运共同体，谁也逃不走。最后当人民反抗结束会进入短暂的欢乐，对人生充满期望，但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还是需要新的领导者出来指挥，也就是说新的政府将会从人民之中诞生。那人民们因为共同目标、共同敌人消失了，就又会开始为自己打拼，为自己的利益行动。所以在厨师不变、制度不变、时间持续流失下，新的国家将会出现，原本的反抗军领导者可能就会变成新的政府政客，可能就会产生欲望，可能就又开始和其他人勾结。原本那些猫咪将会给自己新的头衔、新的称谓、新的权利，进化成刚刚的肥猪，并沿用以前的制度及创建为自己着想的新制度继续管理国家。只要制度不改，他们就会继续消耗资源获取利益，重复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就算旅馆还在，但外在自然资源不停消耗的话，旅馆又能撑多久呢？这就是不断重演的人类历史。看完后我就在想，实际上这影片还有许多种解读，像是讨论经济循环，或是说肥猪才是被圈养的人民，猫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你又是
怎么想的呢？总之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好好读历史的话，就能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未来哦。